这个燕子姐，我看见他那仨帽子，小时候我也天天玩的倒口的。啊，帅哥，我试一下那帽子，我能不能整起来，行不行？可以啊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十五号。小伙儿，你刚才说就是你一直学杂活，那你能不能背动我？可以。就是像猪八戒背媳妇那样背，能背动吗？啊啊，可以。确定真背呀？真背啊，真背。哎，你这小伙脾气倒挺好。来来来，行行，干啥都行。不得罪人吗？啊。哪个男嘉宾有我哥卖力？往前，往前，你往前，你往前趴住了。哎呦！哎呀，我没见过这么背的，整个身体里面接触的就是他的膝盖跟他的手，上面整个都勾过来的。小伙儿，你刚才说是十号还是十一号还是九号？说他漂亮，那我跟九号、十号，我们仨谁漂亮？九号、十号和十五号。越不想得罪人就越为难呢。对，十号。啥？十号最漂亮。好，你等着，注定今天我要伤害你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大圆圆。我也要背背，我也要他背。然后人说了，人家说不喜欢胖子，像蓝胖子这样你也摊上胖子俩字儿，我会瘦下去的。嗯，可以，是让他试一下。你别逮谁背谁，你这得上台一顿背，背完了下，等会儿孤独离场多闹心呢。你说这事儿啊？我要背，然后我还要唱一首歌送给男嘉宾。那你决定吧。好，可以，那就来唱吧。就是这样啊，啥都行，啥都行。哎呀，你不有绝活吗？你这还背不起来，后不后悔吧？我现在就问你，实实在在讲，你后不后悔？不后悔。啊，叫起来还不后悔呢？哈，小伙今天一个原则就是不得罪人。是，我看出来了。来，哎呀，这个姿势着实有点难看。相公啊，哎，叫相公啊，哎，我沉不沉来重不重？不沉。不沉不重，你背着飘轻。不太累懵了，甩手。啊，越下来了，背不动了。那不是你答应的吗？还有谁想要背的来举手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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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那个，我先问问蓝胖子和他跟他互动什么感觉。就是我先说一下，我就特别喜欢白的胖子，不喜欢小白胖。难怪这么主动了。刚才听你唱那几句，蓝胖子这二人转唱的挺有味儿啊。是以前学过吗？也对，我以前就是唱过二人转。哦，怪不得啊。那刚才这个蓝胖子也互动了，十五号这个大圆圆也互动了啊，感觉怎么样？小伙自己感觉一下好吧。觉得我俩你更喜欢谁一点？我俩啊，还有你的十号。小伙啊，我咋感觉你今天不想得罪不想得罪，但干的都是得罪人的事儿呢？一步一个坑。想个说法赶快的，快。你行了行了，我回去了。好好好好，哎呀，这家这开心的，十号紧接着灯就灭了啊！你看看，这就是女人心呐。十四号，我脾气不好，你能接受吗？不能。那我偶尔发发脾气呢。可以。对对对，你喜欢这款的是吗？嗯，比较喜欢的，他比较爱笑，我也特别愿意笑，我感觉我俩在一块就是一对活宝。五号孙琦，
老妈，想问一下，那个你会拒绝人吗？你在平时生活中也是这样吗？就是谁说什么，就是行行行，好好好。不是，我也有点高冷，就是在这个舞台上，你还高冷呢？我平时生活上我一般不跟人说话，是吗？就是谁问我啥，我一般就你一呲牙就不冷也不高了，啊。老妹儿是决定亮灯还是？你会减肥吗？就是如果要是在就是下台以后的话，在不在一起我都在减肥。好，那接下来是5号、6号、14号三个人的灯亮着是吧？好，灭掉一盏，留下两盏，回到现场，恭喜你进入这个环节。掌声有请6号蓝海晶，14号单春英，有请两位。小伙，要不要看一下上场选择的意中人？不用。问一个你想问的问题，就是在未来打算要多久能结婚？因为我现在岁数小，我是22、97的，我打算25岁以后，就是至少3年以后。我来之前就跟我父亲碰过头，他建议我就是现在赶紧找对象，就是你要是行了，啥时候都行，能不能听懂这一题？知道了。那接下来5秒钟倒数计时吧。两个亮灯的姑娘都是很中意你的。5、4、3、2、1。掌声送别，祝你们幸福。牵手成功的女嘉宾将会获得由老城墙珠宝提供的价值3999元一见倾心系列18K 金碧形红酒戒指。感觉挺庆幸的，让我碰到了你。